喂，你好。啊，前面是张老板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我已经到这里了，没看见你儿子啊？是啊，是吧？100块钱一个字啊？好的好的，我一定把你的儿子教会。好好好。你们不要笑吧，我跟您说，我就是隔壁村的帅哥哥的。你是这里就帅哥啊？你们不笑啊？嗯，我跟你说吧，我爸跟我妈都说我长得好帅的。也就是我们家的。哎呀，人家我就不想去补课，听我爸爸还说的，乖儿子，你去吧。要两米。我爸就说，他说你不去补课，你就去跟那个老师，晚安一号。好。笑啊！不跟你们玩，去找个老师玩，老师好玩。他找老师，看到老师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就像我后面啊，就像这边啊，这边，后面这边。嘿，别！我说这位帅哥，你别激动啊！弟弟啊，穿花裤子小平，你过来啊！穿裤子漂亮，穿裤子漂亮，这帅哥我哥说的，花裤子漂亮。那是哥啊，这不是亲哥啊！就我跟你说，本来没有穿花裤裤的，结果出门的时候我遇见我奶奶了，我奶奶说：“乖孙子，你去哪里？”我就跟我奶奶说，奶奶，我去补课嘞。他去补课，你干嘛穿短裤去嘞？来，过来，穿奶奶这条裤子去。是不是？穿你奶奶的裤子啊？是啊。我奶奶跟我说，她说这条花裤裤是她怀孕的时候穿的。我说阿姨，你们说好搞不搞笑啊？那么大还穿奶奶的裤子啊？你奶奶好意思说啊？干嘛？哎，我说你们别笑啊。小朋友从小是要懂文明有礼貌的，不能够随便说粗话，知道吧？那你怎么本来就不像老师吗？本来不像老师，不像。你看那个啊，好漂亮你，好漂亮。你看你长得好难看，好难看的。我长得好难看，就是。小朋友不要乱说，怎么就说老师长得难看呢？又难看。你告诉我怎么长得难看呢？你看好像你长得跟我们村的人好像不一样的。怎么说你自己看，裤子都没穿的。裤子没穿，还说不说的。对，小便你不要乱说，谁没穿裤子的？穿的有的。没穿你自己看吧，你那两个鸡腿都在那边。这不是鸡腿，老师这穿的有裙子有袜子的，知道吧？哦，穿裙子跟袜子就行了。啊，这是裙子，知道吧？哦，穿裙子。哎，那老师啊，那像你这样穿裙子，那下面不是好凉快啊？惨了，这小朋友怎么这样子说话的？好了，这会儿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。啊，今天呢，你就是我的学生，我就是你的老师。待会儿呢，老师叫什么，你都得认真跟老师取学，知道吧？嗯，那好吧，给你这样啊，这个五加五等于几呢？五加五等于几啊？我刚才你们就说四个加四个等于两个加两个等于五个，20啊！我不听你们乱说，我数一下看一下。我爸爸都说了一个手有五个手指头了，我数一下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。9个、10个、11个，报告老师，我算出来的，算出来是吧？就是，没有过手指头吧？等于多少呢？5个加5个等于11个。啊，